我是小西啊，今天呢我们玩一下樱花校园模拟器。今天呢小西带着一个三只，然后呢来到公园找弟弟妹妹一起玩。今天是属于我们小孩子的世界，走吧。小西呢是这里的大姐大，是我们队伍的大姐大。小妹妹呢？哦，超开心的，是不是？怎么发现少了一个人呢？这三只太不像话了。你说他是不是太不像话了？你怎么没有滑下来呢？三只好胆小啊，他竟然连滑滑梯都不敢滑下来，这太胆小了。好吧，那接下来我们就骑单车吧，好吧，就玩骑单车吧。没想到胆小鬼三只竟然不敢玩滑滑梯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这样子走咯。四个小朋友啊，飞呀飞，这太逗了吧，感觉这样三轮车有点小了。哎，表妹小妹妹跑哪去了？小妹妹一边唱歌一边跑了。跟我来，往哪里跑呢？真的是一点纪律组织都没有是吧，组织纪律都没有是吧。赶紧的，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玩到这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